张真，张真。红玲，牡丹又发生什么事了？牡丹她不见了，我跟蓝衣到处找也找不到，你来帮帮我们啊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关心她吗？红玲，我跟你说，你跟娘不要再找她了，由她去闹吧。你说什么？她这么闹，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配合她。如果你们没有人去管她的话，她肯定也就不会再闹下去了。还有这件事，早晚会水落石出的。牡丹，牡丹，你快下来呀！不，我不，牡丹。要干什么呀你？放开我！快下来啊！我不，牡丹，我不下来。听姑姑的话啊！我不下来。哎呀，牡丹，我不，你别犯傻呀！牡丹，快回家啊！干什么呀，牡丹？我不想活了！牡丹，不要我跟孩子了，我怎么活？我不想活下去！牡丹，你别想不开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好不好？我怎么说？只有我去死才能成全你跟哥哥，你让我去死吧！牡丹，我们都是好姐妹，我对你的孩子会像对我自己孩子一样爱他的。你爱他有什么用啊？他没有爹呀！你们不要对我那么好，你们不要对我那么好，我只想去死。牡丹，我们回家再说好不好？忠诚大人，什么事？忠诚大人，到底什么事情？你家牡丹姑娘在桥上闹着要跳河，这个红玲姑娘和令堂在旁边劝着，知道了，这种事不要再向我汇报了。可是，忠诚大人，牡丹姑娘一直在说一些很不利于忠诚大人你的话呀。不要再说了，我正在办公，这种事不要再骚扰我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牡丹，你不要这样了，我去死！牡丹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拦着我。牡丹，跟姑姑回家啊！别拦着我，牡丹，牡丹，你跟我回去啊！够了。你闹够了没？有什么事情，回家再说。牡丹，我不想再多说了。整件事情，我已经跟你说得清清楚楚。虽然其他的人都已经被你弄糊涂了，但是我很清楚，我自己是清白的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心知肚明，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绝对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你也绝对清楚。我是不会负责的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吧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因为我思前想后实在想不出你这么做的原因。不过我现在可以清楚地告诉你知道，无论你是要去投河还是怎么样寻死觅活，我张真都不会就范，你不要再心存妄想了。我希望你可以坦白，把事实真相说出来。张真，张真，牡丹。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。我就是要说，你明明告诉我你不关心牡丹，为什么你还要为她而去呢？红玲，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？
我只知道你很关心牡丹，你没有那么冷血的，是不是？张真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知不知道牡丹她对你……够了，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难道你对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？我是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你。无论你了解也好，不了解也好，我们之间不值得因为任何人而影响我们的感情。但是，好了，我求求你，就这样陪着我，好吗？这一刻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。看看谁笑到最后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要请全村的人来吃饭啊？做这么多菜？哎呀，那可是太子爷呀，咱们怎么能怠慢太子爷呢？给姓赵的吃啊！啊！大家早上好啊！大茶壶早啊！参见太子爷。免礼免礼。你们这儿吃早餐都这么丰盛啊？是呀，我肚子真饿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我不客气了。哎，请，哎，您请，请坐。太子殿下，您慢慢将就用着，还有三道菜，马上就好。还有啊。哎，大茶壶啊，倒不如你坐下来陪我吃吧。还有三道菜呢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嘛。谁要跟你一起吃啊？我们穷苦百姓每天只吃粗茶淡饭而已，谁像你呢？只不过是命好，出生在帝王之家，每天食指不沾阳春水，睁眼就有大鱼大肉吃。我才不要跟你同流合污呢。哎，这太子恕罪，太子恕罪呀，小女不懂事啊。可得小心了啊！哦，这些东西跪着呢，赶紧的，赶紧搬上去。哎，你别弄破了啊！哦，小心，快搬上去，快点儿，赶紧的。哎，你快点呀，就这么点东西搬上去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，你们在干嘛？唐姑娘，他们。哦，唐姑娘，唐姑娘。你们在干嘛？装修皇宫吗？那么喜欢，找一个地方盖一间好了，没事干的时候可以到蛐蛐晒太阳。哎，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有什么道理啊？难怪那个姓赵的越住越精神，你们是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好让他来欺负我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这帮势利眼，我瞧不起你们。没关系，太子妃看不起我们那是正常的。你才是太子妃呢！唐玄姑娘，是啊，唐玄姑娘。唐玄姑娘，这，唐玄姑娘，是，您听我说，哎，这。
这不行啊，这个很贵的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这里是柴房，不能放其他杂物的。既然你知道这里是柴房，是储存柴火的，那为何昨天晚上让我住在这儿呢？这里是我家，我说了算。你这个野蛮女人，要么把我砸死，要么你就原谅我。我野蛮你还来找我？我看你过得挺逍遥自在的嘛，口是心非，我还不知道你啊。正是知道你知道我，你懂我，所以我才大老远的从京城来到你家。难道你还感觉不到我的诚意吗？你在跟我撒娇吗？不是撒娇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朝三暮四，品行不端，我们两个不合适。朝三暮四，是世人对我的误会。在我的心中，只有你才是真正有内涵的。你混蛋，又骗我。我该不该信太子？难道他这次又在骗我？哎哎，螃蟹过来，螃蟹过来，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太子真是好啊！你看看我那破木板车，他都给我修好了，跟新的一样。以后我就不必用扁担挑重东西了。还有银子，他是太子嘛，有了银子，张什么事都能做了。什么呀，他亲自给我修的。唐鑫啊，你运气可真好，你可千万别再刁蛮了啊。这太子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每天晚上都到我们家挑水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不用自己打洗脸水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他真的很好啊。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哎，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替他说话，他给你们多少银子啊？嗨，早就不给了。他给我们什么钱我们不稀罕，我们说的可都是真心话，是吧？对，就是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刚刚帮吴春贵送鱼回来，在茶寮休息呢，快去吧。啊，唐鑫姑娘，宝公公，我现在要是问你赵端在哪里，你肯定不会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真的不在里面。帮我拿着啊。唐鑫有什么好？唐鑫姑娘，他呀，乍一看是那么回事儿，仔细一看呀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什么？而且吃的特别多，比我们几个人加起来还要多呢。到时候你就会怕了。没错，他很粗鲁的，脾气还很差，什么事儿都写在脸上。他呀，一生气脸鼓得跟青蛙似的。我看你呀，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他认定的时候，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对，真的这么厉害啊？就是你要选，应该选我们嘛，我们才是首选嘛。这是我们吧？你们真心爱过一个人吗？如果不停地去寻找他的不足和缺失，那还算是真爱吗？你们知道爱是什么吗？爱是包容，包容他的缺点；爱是关心，关心他今天晚上是想吃烧鸡还是包子。爱是不在乎，不在乎他一切一切的不好。你坏呀，我们哪儿懂啊？真的好坏呀！真的是，就是。唐鑫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找到真爱。哎，各位，别再跟着了，别再跟着了，好了，别走了。那个姓赵的，
端，虽然风流，但是并不讨厌，而且他还知道什么是爱。我虽然听得不是很明白啊，但是我还是蛮高兴的。你会这么想，这当然是件好事。他是太子，但是他为了你可以放下自己的尊贵，对你呀又非常的细心，而且包容你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呀。就算他有三妻四妾朝三暮四的，你也应该试着去接受他，或者尝试着去改变他，正如他愿意为你去改变并且接受你的一切。你这么说呢，我倒像是明白了。想学吗？还要学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课。那是什么？就是教导你在三宫六院如何自处，能跟众多女人们分享一个丈夫，在宫中啊挥洒自如。你想学吗？好，持家有道，这一点你是学到了。谢嬷嬷指导。哎呀，我都擦了一天了，我擦了一天才擦干净，你怎么又给踩脏了？哎，别擦了，出事了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出什么事了？出了些事情，我们要回京。嬷嬷，边走边说。哦。包大人，请。啊，请。坐吧。忠诚大人，我今天特来看看你。包大人今日有何贵干？你和牡丹的事啊。包大人，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本来呢，我不应该干涉你的家务事，但是令堂大人今天去开封府找我了。什么？我娘？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啊，你娘是一个人。这件事情真是羞于启齿。那天晚上我跟红绫亲眼看到了，他跟牡丹睡在一个床上。那为何张真还如此坚持呢？他也是一时糊涂，假以时日，等他清醒过来，他会面对此事的。可是真儿能等，牡丹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等啊。牡丹姑娘怎么了？她整天以泪洗面，大夫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他跟腹中的胎儿就保不住了。如果牡丹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张夫人，有什么需要包拯帮忙的吗？我想，如果他再不承认这件事情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把他告到公堂，由大人您来判定啊？等到牡丹的孩子出生了，我自然也就清白了。你确定那不是你的孩子？我确定。那牡丹为什么要坚持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红绫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都梦见孩子了。他跟我说，他说娘，你不能死，你要活下来。那你怎么回答他的？我答应他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娘，我不能失去爹爹，他们说没有爹爹的孩子会让人欺负的。叫他放心好了，他一定会有爹爹的。
红菱马上离开这里，离开张真。红菱，你不能受那么大的委屈，我不能再拆散你跟哥哥了。牡丹，你听好了，你和张真成亲之后，我马上就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人真是的，我刚才都说了，这是孩子的梦话，你就当真了。当然要当真了，孩子说的都是真心话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红菱，你对我真好。可是现在张真他……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只是为了孩子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姑姑去找包大人了。他怎么说？能怎么说？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包大人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连他都帮不了，那还有谁呢？若真有这个人能说说话，孩子就有爹了。你说有这么一个人吗？他说起话来比包大人更一言九鼎，哥哥非听不可的。皇上，皇上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皇上是天子，当然是可以的了。皇上只要一开口，这孩子就有爹了。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去找皇上。红菱，这么做太委屈你了，真的。如今，我们母子俩的命就在你的手上了。嗯，我怎么才能见到皇上呢？皇上，应天府书院严夫子求见。哦。快请进来。是。夫子难得来一趟，一定要招呼得当啊。启禀皇上，来了。哦，快快有请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来的不是夫子啊。哦。红菱参见皇上。免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哦，你是红菱，夫子的孙女。是的，皇上。你爷爷呢？民女冒爷爷之名来见皇上。欺骗皇上，你可知这是死罪？哎，高公公，算了算了。红菱想必是有难处，什么事你说吧。皇上，求您帮帮牡丹和孩子吧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有来找您了。牡丹？哪个牡丹？就是金丞相的女儿。啊，金牡丹，她怀孕了？是的，张真的孩子。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劝她，她都不听，她坚决不娶牡丹。真有此事？中丞大人张真领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现赐婚于张文祥之子张真及前臣金宠女儿金牡丹，于本月20日由朕亲自主婚，钦此。马上请老夫人、牡丹还有红菱全都出来。是大人。
真儿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有事情要问得清清楚楚，快去叫红绫还有金牡丹出来。是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等他们出来再说。红绫姑娘，来了。什么事啊？大人回来了，说要请你和牡丹姑娘去大厅。他有没有说为什么？奴婢不知道，大人的样子好像十分生气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一会儿就到。好。怎么了，红绫？是不是皇上跟张真说了？应该是的。那怎么办？张真肯定要问是谁说的，刚才你也听到下人说了，说张真特别生气，他要是知道是牡丹向皇上求情的，他肯定恨死我了。那孩子呢？牡丹你放心吧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我只说这是我一个人的意思。这怎么可以？这绝对不可以啊！孩子再需要爹爹，我都不可以这么对你。你可要想清楚，你这么做张真会恨你的。反正我都要走了，让张真恨我不是正好吗？你别那么说，你那么爱张真，我真的不希望张真恨你。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？张真恨我，他就不会坚持非红绫不娶。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，牡丹，你答应我，以后要好好的爱护张真，爱护兰姨，爱护孩子，爱护你自己，这样子就足够了。张真，你不用问了。一切不关牡丹的事，是我去找皇上的。是你？啊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去找皇上，请他给张真赐婚的。哎，皇上他下了圣旨，半个月之后就要成亲。红绫啊，你怎么会去惊动皇上？这要是抗旨的话，那就是死罪呀。张真，事到如今你必须得娶牡丹了。我绝对不娶金牡丹。真儿，圣旨是不可违抗的。我绝对不会娶金牡丹。红绫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你明知道他有多固执。兰姨，只有这样，只有让皇上下旨，他才会对牡丹和孩子负责。兰姨，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他好，你就要劝他，让他不要再坚持了。怎么对我这么冷淡？红绫，张真，你可想清楚，现在你可是牡丹的夫君，对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
不能再像以前那样。你是说从现在开始要跟我一刀两断，是吗？是的。打从你跟牡丹在一起的那一刻，我就跟你一刀两断。红玲，那你不如拿一把刀从我这里刺下去吧。听好了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我不再爱你了，你好自为之。红玲，是不是张真跟你说什么了？牡丹，我没想到皇上居然下旨了。是啊，我也是没有想到啊。我原本只想皇上劝劝张真的，可是没想到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那么多人劝他，他都听不进去，那只有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但是万一张真他没有什么万一的。我觉得张真就算再不喜欢牡丹，也不至于要自寻死路，何况还有姑姑在呢。他不会那么冷血的，他不会抛弃我们不管的。可是他有时候还是很固执的呀。大局已定，是不可能改变的了。我相信他会想通的，他自然会知道该舍弃什么。舍弃什么？红玲，你真的不知道张真的心意吗？你是说，如果红玲走了，他就会想通，愿意娶你为妻吗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？你在这一天，他就一天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艰难太痛苦了，不要说了，我会走的。如果我走了以后能换回张真和他的一切，那我这样做也算是值得了。走吧，你走了，张真就更舍不得你了。
红菱什么都不怕，红菱不怕累，不怕痛，甚至不怕死。红菱唯一害怕的就是失去你，那才是真正的痛苦。若你真心爱红菱，就不要离开我，不要抛下我。你真的要走，红菱跟你一起走。经历过生死，怎么会被这样的事情分开？红菱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不会抛下你，我不会离开你，我一定会守着这个承诺的，你相信我。禀告太子，皇上已经下旨赐婚张真和金牡丹。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！太子，此事千真万确。不是金牡丹搅的张真和红菱成不了亲吗？怎么又变成皇上赐婚了呢？据称金牡丹姑娘怀了张真的孩子，红菱姑娘亲自到皇宫求皇上赐婚的。不可能，张真肯定不会娶金牡丹的。张真必须娶金牡丹。为什么？这是皇上下的圣旨。如果张真不娶金牡丹的话，那是违抗圣旨，就是死罪。红菱姑娘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要张真死吗？红菱肯定不知道此事的严重性。我就说着金牡丹一肚子坏水，一定是她教唆红菱这么做的。这么说来，这个金牡丹真的要置张真于死地。我就一直奇怪，她来张家做什么？他根本就是来报仇的嘛。
相约。